们这边派四个，我们这边派四个，然后关主坐这里。对，四次机会。主播徐展元首次来到节目游戏当关主，想不到就惨遭主持人吴宗宪恶整。宪哥，你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可以帮忙吗？你当时呛醉了啊！用泳帽装水变成大水球，再直接朝着脑门砸下去，大家轮番上阵，一点都不手软，还意外的让徐展元一秒变王妃。一二三！哎，这真漂亮！这真漂亮！金马奖走红毯，虽然宪哥说可以用这个泳帽盖头的造型走红毯是玩笑话，不过天后王菲倒是真的曾经戴着像是白色泳帽的造型出现在演唱会上。比一比造型还真有些神似呢，不过待遇却是差很大。王菲是美美的在台上唱歌，徐展元却是猛烈的被泳帽水球攻击，也难怪最后只好搬出爱国主播的头衔来求饶啦。好歹我也是对台湾棒球有贡献。记者陈子芬黄信采访报道。